双手，拍一拍肩膀，和我一起快乐游戏指挥树。眨一眨眼睛，转个圈圈，和我一起来吧指挥树。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指挥宝宝就是我。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指挥乐园。就是我，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指挥乐园，指挥乐园，马上就到达。指挥树也有好多好玩的游戏呢，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吧。强壮的爸爸，漂亮的妈妈，和我一起快乐游戏指挥树。叫上小伙伴，带上洋娃娃。就是我，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指挥乐园，指挥乐园，马上就到达。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指挥宝宝就是我，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指挥乐园，指挥乐园，马上就。树乐园。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家庭和以往有所不同哦。哦，有什么不一样的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家庭呢，都带来了两个宝宝。哇，双胞胎！对，他们都是我们的双胞胎家庭，相信今天的节目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哦。那还等什么呢？赶快来认识一下吧。苹果家庭小队长刘欣欣、刘琪琪，今年6岁，他们喜欢看书，他们的爸爸爱好喝茶。他们的妈妈是位药物研究员，常常在实验室。他们的家庭口号是：苹果苹果，快乐的苹果。就是大鱼在跳。
了家庭小队长郑玉琪、郑玉坤，今年六岁，他们很喜欢轮滑，也喜欢跳舞。他们的爸爸是个音乐老师，教好多小朋友唱歌。他们的妈妈也是音乐老师。他们的家庭口号是：蓝莓家庭小队长杨一杰、杨一涵，今年六岁，他们能歌善舞，他们的妈妈是个厨艺高手，他们的姑姑爱好旅游，他们的家庭口号是：一杰一涵，智勇双全，快乐向前。Hello, Mr. DJ。大眼睛。今天我们可是人多势众啊、嗯、为什么呢？每个家庭都有两个小朋友哦，有这个双胞胎姐妹，还有我们的龙凤胎。 哇这边也是双胞胎姐妹，我们来猜猜好不好、嗯、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啊？这组谁是姐姐？我是姐姐。啊、哦、姐姐，那这个让我猜，你是姐姐对吧？你是弟弟是吗？他就是比我吃的多，就比我高。哦，
那这边呢？谁是姐姐？谁是姐姐？哦。一般我知道这个双胞胎之间，还有这种姐妹之间、兄弟之间，他们都会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啊。所以他们一起来玩游戏啊，一定会有非常有默契，应该出色的发挥。对。一会儿呢，他们会两两的套在一个呼啦圈里，然后用脸来夹这个球往前走，当然要越过障碍，最终放到对面的这个小筐子里。好，我们比比看哪个队啊运送的球最多啊。好，来，三组选手，现在先请各就各位。好的，现在呢，我们的三组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来，注意，计时开始。好，注意球要用脸夹住啊，手不能碰啊。好，我们的黄队啊，黄队，哎呀，率先完成了第一项任务。黄队啊，刚才呢球不小心掉了，没关系啊，我们调整一下。记住手不能碰，手要放下来，对，要脸去碰球啊，用脸夹着球啊，记住。黄队和蓝队好像现在是几乎是同时啊，哎呀，好像速度差不多。哎呀，球掉了，捡起来啊！对，蓝队的速度呢又快了啊，超过了黄队。但是记住，黄队不能用手碰啊。蓝队也是啊，注意。好，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手不能碰，然后红队只能再重新运送啊。好，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啊，一起来数一下，一二三四，一共是四个球啊，不错啊。菠萝，来，家庭的啊，来，一、二、三、四、五，五个，也很棒。最后我们来看看蓝莓宝宝成绩啊，来一起数，来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好，成绩也不错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环节当中啊，三组小朋友他们的成绩如何吧，一起来看。宝宝闯关计分成绩，苹果宝宝得到三颗智慧星，菠萝宝宝得到五颗智慧星，蓝莓宝宝得到五颗智慧星。环节了，今天呢，由于我们的这个参加人数比较多，所以说呢，游戏啊也是量身定制的啊。一会儿呢，大朋友要两个手一起拿着呼啦圈，然后另外一个手呢拍气球，把呼啦圈运送到对面去。那两个小朋友呢，就要完成一个连体穿越呼啦圈。好，那首先进行游戏的呢，是我们红队的苹果家庭啊，来喊出你们的家庭口号，一二三，苹果，苹果。请各就各位，准备好计时开始。注意在运送过程当中，大朋友的这个气球一直要处于这个在拍打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不能掉在地上啊。好，交给宝宝之后赶快回来，拉着手这样穿越啊。好继续。好，在游戏过程中呢，孩子表现还是很好的，他们两个动作比较灵活，大人呢，我们两个呢，动作比较慢，尤其是我，气球呢，特别高，
所以呢耽误了很长的时间。目前气球还没有失误啊，继续保持。当心。给他们加加油可以啊。合得非常默契啊！对，但是呢，时间现在剩的不多了，加油加油！红队加油！还有5秒钟，5、4、3、2、1，好，时间到。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啊！来，我们一起来数。几个？1、2、3，三个呼啦圈。还没有完成这个穿越啊，蔡小鹏走算成绩，对，那个就不能算了。成功完成任务的是3个呼啦圈，为自己鼓掌，怎么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黄队朱罗家庭的表现吧，一起来看。接下来做游戏的是我们黄队的菠萝家庭，同样喊出你们的家庭口号，来，1、2、3，黄队加油加油，黄队家庭一定能赢。耶、yeah! ！好，加油啊！我们是2男2女啊，来，请各就各位。黄队的菠萝家庭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看看他们究竟能够成功运送几个呼啦圈。来，计时开始。先把气球拍起来，对，然后呢再运送。注意，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如果气球掉在了地上，那我们要及时的调整啊。哇，绑了吗？可以啊，先把气球拍得高高的，这样就是捡呼啦圈的时候就有时间了。好，交给小朋友。那个我们家宝宝呢，也是平常比较爱打架，今天呢在一起，发现他们俩人的确挺团结的，挺让我相信他们的，我相信他们长大以后会互相团结的。目前为止，他们家庭没有出现失误啊。好，交给宝宝之后，赶快回来。加油！目前看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啊。是的。这个很锻炼大人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啊。好。要回来，回到后面以后，好，可以了。5秒钟，5、4、3、2、1，好，时间到。看看他们的成绩啊，一起来数好不好？好，有几个？1、2、3、4、5、6个，哇，成绩很棒。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蓝队蓝莓家庭的表现。蓝莓家庭，来来出你们的家庭口号，1、2、3，1言1行，智勇双全，快乐向前。哇，好，希望你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来，我们的蓝莓家庭请各就各位。蓝莓家庭计时开始。哇，我发现蓝莓家庭都是女将啊。是的，看一看他们最终能够完成多少个呼啦圈的任务。宝宝的他们俩的配合还是比较不错的，姐妹俩都还比较有合作的精神，我和姑姑还要再多加练习。当心，争取一只手拍啊。好，加油加油。他们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稳。加油，这个很锻炼大人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啊。好。哦。来，小朋友退到红线后面。对，宝宝退到红线后面。退到红线的后面啊。加油加油。好。好。哎，配合的非常默契啊。对。哎。这有点练杂技的感觉啊。你着急拿的有点多。对。
但是我们呢规则是一次只能拿一个。好，还有五秒钟，五，到底是四，三，二，一，好，时间到，时间到，好，一起来看你们的成绩啊，好，一起来数一下，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哇，成绩也很棒，为自己鼓掌。哎，那我们的娘子军啊，这个成绩也是很棒的啊。经过这个环节之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三个家庭他们的成绩如何吧。亲子大比拼计分成绩，苹果家庭得到两颗智慧星，菠萝家庭得到五颗智慧星，蓝莓家庭得到三颗智慧星。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究竟是哪对宝宝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冠军呢？哎，是哪一对呢？究竟是我们同队的苹果宝宝，一对苹果宝宝获胜了呢，还是我们黄队的菠萝宝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或者是非常活泼的蓝队的蓝莓宝宝最终获胜呢？好的，现在我要为大家宣布我们今天智慧树宝贝二加一冠军的这对宝宝就是我们的菠萝宝宝，祝贺你们。是的，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来，智慧宝宝一起为自己鼓鼓掌。太棒了，而且今天的智慧宝宝好多呀，哎，六个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真是有一种人多势众的感觉，最主要是我们玩得很开心啊，六个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双份的这个快乐快乐啊。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咕咚为他们送上证书还有奖牌，欢迎。还将获得由我们栏目提供的精美礼物，那就是好玩的逻辑玩具。如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和我们取得联系吧。是的，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100038信箱123分箱智慧树栏目咕咚手，邮政编码是100038。如果电视机前还有大朋友或者小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智慧树栏目的精彩内容，或者是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是的，最后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哎，让我们一起说，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再见。在下周一的乔乔手中，甜甜老师要教我们制作纸杯恐龙，赶快准备好材料，和我们一起来制作吧。